大马奇迹情节目人物林义展走出荧幕，现身分享他克服行动不便、参与奇迹后的转变。前几日爸爸妈妈给我的无聊报答，我们就要用我自己健康身体来付出啊，做做这样子。今天开始，我应该会改变，因为一个缘分，他是来点化我、教育我我忘记的东西。他很乐观。很正面的去面对事实，不要放弃哦，做事情要坚持下去。一连在麻坡、拉美市和细江末的志工成长班进行三场大马奇迹情之展翅飞翔分享会，义展以自己为例子，希望能鼓励更多人加入付出的行列。就希望大家正能量啊，就希望大家都能来付出哦，大家都有健康的能力，就应该来，就要善用自己健康的能力来付出啊。我们最起码比人家更健康，活了很幸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珍惜我们本身的自己内心由内而发，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义展没有被疾病困住，反而散播更多正能量。大爱新闻徐伟婷、苏欣怡，马来西亚麻坡报道。